I-335 有搭配日行灯、鱼眼，还有下老油。我是位于南投市东美路上的中兴汽车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款现代的 I-335。14年的份的 I-335 搭配了17寸铝圈，然后老板不惜重本轮胎换新的。对 I-335 它的方向盆有 LED 的，还有一个有行李架，搭配了倒车雷达。I-335 它的后行李箱非常大，皮椅非常的新，没有什么使用痕迹。I-335 目前行驶了87,670公里，里程保证，然后搭配了那个一元件。I-335搭配了安卓机。恒温，还有 USB 充电口，还有两个充电座，然后有倒车线。那引擎是非常干净，引擎盖的原厂贴纸还在，还有隔音棉。台 I-335就介绍这边，那喜欢这台车的朋友欢迎预约赏车，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欢迎订阅、分享及按赞。实在就是 SUM。